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会空，反正你们懂我的意思啊，好难讲。这样子，干，我把东西，好烦呢、欸，我到底在干嘛？哎呀，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子啦。我发现我每次都会在洗澡的时候想一些有的无的，因为这个也是我洗澡的时候想的。每次洗澡都在想啊，今天要干什么？然后很多点子都在洗澡或者在大便的时候想。这边放这个，然后再漏斗往内接。我怎么觉得方块好不够放哦？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哒啦！有接到吗？他有吃吗？他根本没吃啊！里面没放剪刀啦，对啊，就这样子嘛。然后就是。我应该就是都会先染色，染完色之后再让它去吃饲料，不吃草，就这样啊，马上吃，马上捡。底下可以用矿车运吗？对啊，这是第二种方法，第一种方法是我是要盖。来来，我来盖第一种方法。对啊，可是第一种方法也是很耗格子啊，因为就是要这样子嘛，然后。然后后来我有想过，就是这样穿插，对不对？你这边放一个羊毛，这边一个红嘛，橙黄绿蓝靛紫，这样子下去就是很省空间，可是很丑。就在想啊，想要头很痛。然后有龟毛的人盖一些东西，就是会把自己逼死。尤其常常逼死自己都是处女座。哦，等下揉眼睛。啊，再就是这样嘛。这个是我第一种想法。这样子，那再就是这样。剪刀，啊，很早以前，那时候在哪里？未知领域。那时候我是想盖一个流水式的那种羊毛机，就是羊会像那个打弹珠一样，从上往下流这样子，啊，人就挂着按着右键就好了。可是那个缺点就是。你需要的羊要很大量，才有办法这样子玩。哇！对，有了，这个。好，首先简单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直接复制啊，对吼，你看，我就说我对红石真的是已经很忘记了，因为真的我算是我又我不是建我是创作系的，不是盖地图系的，你懂吗？那再来就是看一下哦，
再来是这边要接漏斗矿车。到了吗？啊！快跑！你快跑！你快跑！你快死了！你要被我打死了！悲剧发生。而且不敢乱打指令啊。你看，像上次泱泱那样子说什么他习惯打什么可莉尔，我说可莉尔可以习惯打，你是多喜欢清东西啊，所以很恐怖欸。然后这边就是放这个，那个动力铁轨。可是现阶段他们那边金矿跟那个比较少，所以这个铁轨应该没有太多的捡到负耐久，可以捡很久。白痴哦，才两个铁，你是要多耐久？而且感觉之后也可以盖那个啊，神怪塔，不不，铁人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里，然后这边会有一格黑的吧？哎，它影响几格啊？看一下。一二三，嗯，啊，你怎么下来了啊？欠杀哦，哈哈，三，然后就是这边嘛，放个这个，这边补起来。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、哦，我在想我怎么想的？我的箱子在这里。然后等一下，这样子，漏斗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放个按钮。然后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然后后面就要开始接红石了。嗯，这样子，等一下哦。对，这样子接。然后中继器，其实红石就可以了、啊，就想说好看，这样，要这样子吗？都准备好了、哦，就像这样子剪下去，咔嚓，这样滑过去，然后滑回来，这是我第一个想法啦。这就是我讲的，就是可以看到羊被剪毛的现场，我觉得这样很好玩，就是瞬间一大堆羊毛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纯手工吗？啊，就是可能做事做一半想到啊，这样按一下，然后出去回来，那就这样看，就这样剪好了。这是我想的啦。那在这个第二个想法是这个，这就是你完全不用理他，可是你就是会需要。我其实忘记这个怎么做，侦测器怎么做，所以还要再去查。所以这是我轻松生存应该会稍微盖的啦，就轻松生存稍微也是顺便练习一下怎么玩麦块。那如果之后真的要拍系列的话，也可以拿来用啊，因为真的要有人陪着玩，我才有动力玩麦块啊。等一下，他们是不是要有羊毛才能染色啊？看一下，
不然不能染色，都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很痛苦。嗨，你可以染色吗？可以耶。白痴哦，你已经是青色了，我还给你乱染，啊，染回来，对啊，就这样子，这纯，这就是纯自动的，你都不用理它了，只要定时的就去挖挖铁，然后，因为其实你看238的耐久度，你可以减238次哎，所以其实是够用的啊，这样其实可以撑好几集哎。那像这边，你看啊，今天心情好，可能烧到一半，心情好，按下去，咔嚓咔嚓咔嚓，然后又回来了，哦，这样就整个很爽，而且它也不会浪费啊，不然应该可以侦测器，不用的话就关掉，要关可能开再让侦测器。鹅卵石六个，红石粉两个，地狱石一个，还要地狱石英哦。啊，对啦，有，我有印象了。我想说，只有比较器要石英。哎呦，那我明天去地狱挖一下好了。而且我要盖这个的话，我要养，要多养几只羊呢。羊是不是一格高过得来啊？因为这样子，我想说生小羊要怎么处理欸？我看一下哦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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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放里面。对啊，我记得它不是不够吗？它已经出来吗？对啊，他没办法。好好好，可以，那我就生小羊之后把它引出来好了。首先养16头羊，好了，你的贡献可以了。先养16头羊，那再就是一个一个拉出来，还需要史莱姆球，要做酸绳。啊，除非遇到那个啦。那个神秘商人，旅行商人，好了，这个是轻松生存准备盖的东西啊。我真的还在想要一格一格盖，不是那边一格一格盖还是穿插盖？因为穿插盖很省空间，但是很丑啊。一格一格盖很耗材料，你看玻璃要多耗0.5倍吗？对啊，就是多花可能两个这样子。这样子，但是。我又忘记可以复制了，我的天哪！复制一下，怎么复制？Ctrl 加中键。好。有吧？也有。那再就。九，先看一下哦，这里，然后这里，再来，我就可以把铁轨拿掉了啊，哎咻，再是复制这个。不然不小心碰到又会，
出问题。那再來就是复制。那四开啊，我只是等下就关台了吧，五点前关台。只是想说，我再不开台就没业绩咯。哎呦，好吧，哦好，就这样子吧。你觉得哪种好啊？自己按的看得开心，还是就是这样咻咻回来？还是让他自生自灭。要把这个盖出来吗？这个我也还在想，我在想要盖哪一种啊？那就算盖完之后，我还在想说，我要盖这种很浪费空间的，还是要用盖那种很省空间的？我被东西吓到了。啊，就是这种，第一种高效率，你说这种哦，可是这种效率高，可是就是很花建材啊。你看每个都要多盖，这行感觉还好啦，死硬去挖一下就好。只是就是我这样需要大量的铁啊，我们现在那边还没有铁那个铁人塔，铁巨人塔。反正蛮多空间，我觉得两小时是盖不完呐、啊，不然就是一集不然就是明天一整集都在盖，不是一整集，两个小时都在盖这个吧，应该就有机会了。可是就是要升到16只羊，毕竟它有16种颜色啊，是吧？欸，吃过草的羊到底能不能测试看看？你是一只白羊，杰尼毛，蓝色。来，请广大的观众，它究竟会不会变成橘色羊毛呢？我对羊毛没需求啦，我没有需求，就只是要找事情做啊，刚好是有想到这个东西。就想说可能会有人需要，就盖出来这样子。羊毛需求我还好、啊，不会变吗？那这样子我要先等，等那个。